纳沙吹海南十一都落雨，随住台风纳沙靠近，寻日成日天阴阴，仲越吹越大风。天文台喺傍晚改挂今年第二个三号强风信号，到夜晚仲落起阵阵细雨。天文台话，纳沙以时速22公里，继续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横过南海，大致吹向广东西部沿岸，预计今朝早最近香港。受到纳沙个寒流雨带影响咧，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咧，个风势咧仍然系颇大，咁而喺周末期间咧，个雨势咧逐渐下降。天文台预计十月一号星期六最低气温只有23度。至于国庆烟花会唔会改期，康文署就话会喺当日中午前决定。